位。这里虽然是几层，但是阳光也能晒到半天时间。100升的水塔箱，养3到5只亚成体的水龟，还是挺宽敞的。放自来水的同时，我也得加上金鱼缸的滤水，好让这里更快地形成肥滤水，因为过几天我就要放龟进去了。接下来的几期视频恐怕通通是洗池洗缸放水放龟了。期不期待？开不开心？